是今天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哦，给你们两个来一首紧张刺激的生日歌。Happy birthday to 9月20号 Happy birthday to 小浩 Happy birthday to 哼哼唧唧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那个后面怎么唱来着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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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鼓掌，快鼓掌，你们要鼓掌知道吗？要鼓掌，快鼓掌，快点。掌声在哪里？你们的掌声呢？然后看到你们掌声好吗？掌声在哪里？啪啪啪啪啪啪啪！你喜欢听英文的是吗？我也觉得我英文能唱的比较好听。打完这把刚好吃饭饭。我点了我，你们猜猜看我中午点了什么？聪明的小朋友一猜就猜到了，笨笨的小朋友他可能就猜不对。我靠，打鸟大师落地捡了把 AK， 然后没有鸟打，反正我非常的哪里给。有齐大爷，我给。带着我的消音器穿一波。给王浩宇干的要摔手机了，啊，你在干什么？嗝屁吧人类，哎呀，我觉得我刚应该点下去跟他 battle 的，没事，他救起来了，我累了，快撞撞我标点那个房子，撞我标点那个房子，房子就一个人了，撞下去，撞下去，我操，这他妈都是勇哥啊，我日，干什么？哎，我的头怎么跳了呀？哦哦，这哥没人救，我掉了。
哦，小赤佬，我没有，有掉胎了吧？你车放在大马路上很有嫌疑哦。哎呦，满油，我。完了，就二十几个人了。啊，我看到了一个。哇，顶尖架枪！哎呀，哎呀！行，你们这么想打，我肯定会陪你们打完的。牛逼！直接端起我的油麻皮。人头的气息，我这就死亡了。有没有九毫米？有没有九毫米？哦，不对，有没有点四五？哦，没有点四五，这包应该有吧？哦，没事，这里有。有妈 PYYDS。哦，防区小赤佬，我咋记得我们这有个老六来着的呀？可恶啊，那个老六了！他跳下来了吗？他什么时候跳下来的？我都跳懵了。
我当时记得我楼上炸死一个的时候，我记得是还有一个的。牛逼，他把自己杀了，那我无语了呀。